敬宗同学修行所则地要节录，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翻开经本第39页倒数第二行，从54这里看起。54，如经所说，绣花上被神者有点，况身涂着污德。这条啊，这个就是属于啊，这个身体呀 啊不接触。啊，去涂这个香水、香粉啊这一类的。这个涂香，香在佛经上啊，给我们分成几大类，有烧香，我们供佛的时候啊，香是燃烧的，用火啊点燃啊，燃烧。有墨香，墨香就是香粉，碾成粉末的，像我们现在这个做法会啊，那个檀香末。檀香粉、紫粉、粉香也是属于末香，就是粉末的这个香。涂香呢，是涂在身上的香粉、香水这一类的。现在有人啊，特别是外国人啊，他们都习惯啊用香水喷这个身体，所以这些东西一般社会大众啊用的都很平常，而且用的很多。自古以来啊，中国外国大家都喜欢。那佛为什么要禁止呢？因为这个东西啊，也能够叫你升起贪婪之心，会贪着啊，着就是执着了，染就是被那个污染。这个起了贪心了。那佛治这个戒，就是防止我们升起贪心，这个心啊，防止啊不要被五欲六尘啊污染，升起贪嗔痴慢。佛的目的没有别的啊，无非是帮助我们断贪嗔痴而已啊。佛门常讲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就是帮助我们断贪嗔痴的啦。所以这一条啊，所以我们鼻根啊闻的香啊，也不能贪啊，不能贪这个香味。六根接触六尘啊，我们都会起贪嗔痴啊。我们是凡夫啊，必定起贪嗔痴，不是戒定慧。这里经典所说的，这是出家人啊，绣花上被神者有点啊，绣就是鼻子啊，嗅到、闻到啊，那个荷花的香啊，很香。你看我们现在双溪啊，路边啊，也有一些
野花呢，你走过去啊，它也会散发出来啊香味。那么这位比丘呢，他闻到这个荷花的香啊，很香啊，他走过去啊，多闻几下了，去多闻了几下，就是在那边站了一下呢，多闻一下，这样啊，就被这个护法神啊责备。有点就是说，你这个被这个香给你污染了啊，就被护法神责备。那这个出家人他就不服气了，你怎么只有责备我呢？不要问这个护法神了，那世间很多人都来闻这个香啊，这个不是只有我一个人闻啊，甚至于他们把这个花都采回去了。插在花瓶里面啊，那你为什么都没有去责怪他们呢？那护法神就跟他讲了，那些人是世间人啊，世间啊，一般的俗人啊，你是修行人啊，你跟他不一样啊，修行啊，你要了生死出三界啊，那世间人他没有修行啊，他不是修行人啊，所以你跟你就不一样了啊，所以神他不去责备一般啊这些世俗的人啊，要责备这个修行人。实在讲啊，责备是爱护他了。如果不是要帮助他、爱护他呢，那何必责备他呢？那给他看作世间世俗一般人不就好了吗？啊，是在责备啊，是爱护他啊。这个在四摄法里面讲，也叫爱语啊，爱护他的言语啊。所以才责备他啊，这个世间人啊，就像啊，那整个衣服啊都脏兮兮的了啊，他再加一点啊，你也感觉不出来啊。修行人好像这个衣服都很白了，稍微有一点点污点，很容易就看出来了啊，所以有点呐、啊。点就是一个污点了啊！你是很洁白的衣服，哎，现在怎么弄脏了一点了啊？有个地方啊染污了啊！说蚊香尚且有污点了，那闻一下就要被神责备了，那涂香就更严重了。那我们再问啊，我们为什么要用涂香？包括呢涂在身上的香水、香粉，因为我们的身体啊气味难闻了啊，特别这个外国人呐啊，有很多啊，这个他那个身体呀啊气味很不好闻，所以外国人用这种香水。就用的很多啊，男的女的都用的很多啊，在外国人啊他们的礼节当中啊，你不喷香水啊是跟人接触啊就很失礼啊，因为啊让人家呢闻到你身上啊发出来的狐臭味啊，这对人就失礼，所以要喷香水啊，让别人啊闻到你身体啊是香的。所以我们世间人用这些呢，主要是身体啊气味啊不好闻。每个人的体质不相同，发出来的气味不一样。那世间人呢、啊、没办法啦，只能用这个来
弥补。修行人明白了，气味难闻啊，是自己的业障。业障消除，那体质就改变了。会不会改变呢？答案是肯定会改变，可以改变。只要你认真努力去修，根本呢还是清净心。心地真正清净啊，平等慈悲，你的体质自然就改变了。那么虚云老上啊，曾经去过香港啊，因为香港的弟子啊，有祈请啊虚老啊去住在香港弘法。后来虚老啊去香港看看啊那个地方啊不适合修行啊，太繁华了啊，后来又回大陆了。那香港同修告诉我们，敬老虚老啊，一年剃一次头，一年洗一次澡啊，穿得邋邋遢遢的啊，大家都有看到他的照片啊，就知道衣服啊都是百纳衣，都是补丁啊。我们看到虚云老上啊，头发很长啊，就是他还没有到剃头啊，一年才剃一次，洗一次澡。那在我们来讲啊，不要说一年了，我们大概一天没洗都臭味难闻了，那一年还得了啊？但是呢，大家去闻啊，虚老那个衣服啊，他的衣服好像一层的尘垢，那闻一闻呢，那不但不臭啊，还香的。那穿在身上的衣服是香的，当然身体是香的嘛。所以他的身体放香，不但身体放出香味，透过这个衣服，连衣服也有香味了。这是给我们做证明啊，修行人啊，不要老去找那些涂香啊，外面的那些香水啦、香粉啦来涂。我们身体里面呢有香啊，这个香是性德之香。我们做三十系列呢，一开始第一个站就是戒定真香啊，那个戒定才是真正的香啊。那世间的香啊，那不是真正的香了，这戒定啊才是真正的香啊。如果有戒有定啊，像虚老啊有戒定的功夫啊，他禅定功夫很深，言辞境界，那么他身体散发出来的是戒定真香。在净土三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啊，香光庄严啊，那个就是性德之香了啊。我们大家一般啊比较知道的，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无量光，那其实还要加一个无量香了啊，有无量无边的香气啊。那个都是性德之相了，这是我们要晓得的。我们身体有难闻的气味，的确可以改善。要真正发心用功念佛，体质会改变的，身体的味道会转变。那么现在呢，有很多人
年轻，身体啊有这个狐臭味啊，不管男生女生啊都有，这个就是业障，这个要好好修啦，修个两三年啦，看看会不会减轻，没有了那就是你有功夫了，如果学了多少年了还是这样啊，那就晚了，这一点都转不过来，那还想要了生死就没那么容易了。所以要晓得啊，心理是主宰身体的，心是主正报，身体是依报，境随心转，心真诚，心清净，心慈悲就有香气。换句话说，心是虚伪的，自私自利，贪嗔痴慢，味道当然难闻，这是一定的道理。所以念佛人啊，能改变体质，改变体质是现在社会很时髦的一句话。从哪里改变呢？吃补药维他命那个也改变不了。吃这个吃那个实在讲啊，那个顶多是一个补助啦，真正改变也很难。实在讲啊，真正改变还是修清净心这个才是根本。外面这些补品它是一个补助的而已。自己业障很重那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消得掉。那么就必须用一点香水来弥补是可以的。但是要晓得这是自己的业障，要知道认真努力修行把这个体质改善，这才是正确的。这一条是讲这个身不喷那个香水。香粉这一类的。那严格讲我们现在洗的香皂有这些香的气味的也不行。还有洗发乳啦沐浴乳这个也都有香气。这个也不能用。那严格讲现在我们洗头发啦洗澡啦只能去买那个传统的肥皂，没有加香料的。像以前我们洗衣服用那个南桥肥皂，那个没有加香料的，那个就可以用了。如果要持这条戒就用那种肥皂。现在的这种香皂啦。洗发乳啦沐浴乳啦那这个都要加香料。但是如果这个自己身体的确味道很重那也不得已用这种香料的这些沐浴乳洗发乳香皂来洗了。我们再看下面55，古有仙人因听你歌，音声微妙，具思神足，观听之害如是，况自作乎？这一条是说听唱歌了。我们现在听流行歌，这条戒就是这个歌舞娼妓不能不顾观听不能无缘无故的故意去观看
去听。这个顾啊，就是说我们自己要去看的，要去听的。如果你在街上走过啊，那有人在路边表演啊，唱歌跳舞啊，那个是不犯这个戒。如果故意去听去看，那就犯戒了。就是不顾往观听，不故意的前往去观，是看，看表演，去听歌，看跳舞，看表演，是这条戒。那么这一条戒当然也是防护我们，防范我们起贪心了。佛对我们的教诲啊，也是对一切众生的教诲。他的目的啊，就是帮助我们恢复性德，恢复我们自性的性德，就是禅宗讲的明心见性，就是帮助我们明心见性。自性本具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啊！我们自性里面德能是无量无边的，要回归自性我们的德能都是圆满具足的，跟一切诸佛一样平等，再圣不增，再凡不减。所以我们一般讲我无德无能这是对世间人讲我们现在还在迷惑颠倒，迷惑颠倒就把这个无量无边的德能变成无德无能那我们现在就是因为无德无能，才要恢复本来具足的无量的德能那怎么恢复呢？要修修德有功，性德方显所以这个德能佛给我们讲在华严经讲，一切众生都平等的，都具足，没有世道差别。为什么现在现象上会有十法界那么大的差别？佛告诉我们，因为众生迷失自性，迷了，才变成十法界了，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迷悟的根源就是贪婪、贪爱、贪这是迷根，迷的根，它障碍我们自性的德能，是被它障碍的，所以我们怎么会无德无能呢？我们德能是无量无边再圣不增，再凡不减要怎么样恢复我们的德能？就是要把这个烦恼放下烦恼的根源在贪、贪婪、贪爱。天亲菩萨在《白法明文论》里面将无量无边的烦恼归纳为26类，六个根本烦恼，20个随烦恼。这26条，任何一条展开来都是无量无边。我们做30系列呢，每一时都要念忏悔偈、4弘誓愿。4弘誓愿第2愿，烦恼无尽誓愿断。烦恼无尽无量无边的烦恼这个26条就归纳，把无量无边烦恼归纳为26条。26条再归纳呢，就是6个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二见，
六大烦恼，这个 六个根本烦恼。六个根本烦恼在归纳就是贪嗔痴三毒烦恼。那这三条就是归纳呢，就是一个贪。你看贪嗔痴啊，贪就摆在第一个了。人一贪，贪不到就嗔恨了。起了贪心贪婪就痴迷了，愚痴了。所以是佛在四十二章经给我们开示，使人愚逼者爱与欲也啊，就让一个人啊愚痴蒙蔽。为什么会愚痴蒙蔽呢？因为他有贪爱，他有欲望。有了贪爱贪婪，有了欲望，那人就愚痴了，被这个蒙蔽，人就愚痴了。由此可知啊，贪爱是无量无边烦恼的根本。无论贪什么东西，有了这个东西，清净心就迷失了，你本有的无量智慧也迷失了，智慧德能都没有了。所以贪是迷惑的根本。所以我们讲这个三毒烦恼，贪嗔痴，第一个就是贪了。我们做三十系念，中翁国师在三十七念的开示里面也讲，诸苦尽从贪欲起啊。你看啊，祖师啊也是这样给我们开示啊，你的苦从哪里来呢？从贪欲来的。我们看看全世界的人类，这苦难天灾人祸怎么来的？从贪欲来的了。人心啊，贪嗔痴啊，制造出来的。那印光祖师在这个上海护国喜斋法会开始啊，天灾人祸怎么来？四肢变乱，其有悉哉乎啊？这个世界啊，为什么有灾变呢？现在的天灾人祸，水灾、风灾、火灾、旱灾、地震、海啸，战争、瘟疫，传染病，现在新冠状病毒的传染病，饥馑，缺少粮食，这些都天灾人祸。从哪里来？人制造出来的啦。人怎么制造这些灾难呢？贪欲呀。贪不到就嗔了。所以印祖开示啊，贪心随物质享受而激增呐。贪心呐，随着追求物质享受激烈的增长。贪不到，竞争随之竞争再得不到，斗争斗争再得不到就战争你看现在贸易战，那为什么贸易战？贪啊，贪图人家的利啊。那战争的结果是什么？那这个发展到最后就变成军事战争了，结果就是毁灭啊，大灾难啊，这个天灾人祸啊，全部都出现了。从哪里来的？贪欲啊，诸苦尽从贪欲起啊。为什么会起这个贪欲心呢？
因妄自性弥陀佛啊。自性的弥陀佛忘记了，迷失了，起这个贪欲的念头了，我就迷了。所以贪是迷惑根本。所以菩萨修行的纲领，第一个是布施。布施就是对治贪烦恼，贪是病，布施是药。布施是要你舍。我们现在一般人听到布施啊，往往都错会了意思，舍一点财，舍一点物品，啊，认为这样就是叫布施啦。那其实啊，这个不是菩萨修行的布施啦。那佛教我们是要把贪心布施掉了，那舍掉啊，舍贪心啊，你这样啊才能恢复性德，才能见性。这个贪很多方面啊，贪吃的，贪穿的，贪喝的，贪图享受，贪图安逸，那通通是贪啊。你这个舍不得放不下，那怎么能恢复性德呢？啊，所以布施是把所有你贪婪的通通要放下，啊，这才是菩萨呢修的布施度啊。布施就舍放下了，那我样样放不下。就是拿一点钱啊，去做好事，去印经，去放生，啊，去做救济，造佛像啊，等等这些功德，那是修一点啊，世间有漏福报，那不是布施。布施是要对治贪心的啦，要把贪嗔痴啊，这个贪心啊，布施掉了。所以第一个就要对治这个贪，贪是第一个嘛，它是根源嘛。你这个贪放下了，你才能持戒啊！啊，你要贪图。吃的贪图穿的贪图享受贪图安逸，这个贪没有放下，那你怎么能持戒呢？像这个地方持戒当中它就是有布施啊，持戒包含布施啊，你不要用这些东西，你就把这个东西放下。那这一条前面就不能闻香，这一条啊不能去听那些流行歌曲，要把这个放下，这个就叫布施了。这样啊，才帮助我们恢复性德。所以我们要问啊，为什么参禅的人不能开悟，邪教的人不能大开眼界，念佛的人不能得一心不乱？你仔细追究根源啊，都是贪爱。你在世法，在佛法里面，佛法也不能贪哦。你贪佛法只是犯对象哦，不贪世间法，贪佛法。在世法佛法稍稍有一点贪爱，没有完全放下，没有完全放干净啊，你就得不到这个功德，所以这个是大病。那么佛在经上啊，给我们说这个故事是真的，不是预言呐、真实发生过的事情。这是古时候有个神仙，这个神仙呐、他有神通啊，
一般讲啊，他有报德的五种神通。那有一天啊，他飞行经过，看到下面呢，这个有很多女人啊，在弹奏乐器，在唱歌。他听到这个歌声可美妙，生得欢喜心了。欢喜心生起来就贪心了，被贪婪了，被污染了，贪心起来了。贪心起来，他那个神通就失掉了，神足通就失掉了。本来在是云上飞的啊，腾云驾雾啊，一下子掉下来了，被人看到了。所以那个是一个国王啊，他的乐队啊，问他什么人啊，怎么突然啊掉在他们面前了 啊就他是仙人啊，仙人有神通啊，为什么掉下来呢？能飞行自在啊，就他听到这个歌声啊，很好心啊，很好听啊。他这个心啊，动了欢喜心，一下子神足通就没有了，就掉下来。所以我们要晓得佛为什么要治这条戒境界啊？佛的境界是帮助我们的，帮助我们得清净心，应当严格遵守，时时刻刻保持心地的清净，凡是能扰乱我们的，要知道避免，知道远离，这就对了。这就是佛对我们的大慈大悲，以无微不至的爱护。可是有一些同修也看到了，这个大圣菩萨呢，不但唱歌还跳舞啊，载歌载舞啊。大家如果到大陆啊，去这个甘肃啊，这个甘肃这个敦煌石窟，这个敦煌石窟我去过两次。这个敦煌石窟啊，那个上面都有像这个天女散花啦，载歌载舞啊，来供养菩萨。那是那些壁画了，那些都是佛教的艺术。看到释迦牟尼佛在那边讲经说法，天空当中无数的天女啊，在那里唱歌跳舞，昼夜来供养佛与大众，供养大众。那这是不是来扰乱佛呢？那个是另外一个境界了，那个就是《华严经》里面所讲的理事无碍、事事无碍的境界，那没有妨碍了，可以接受供养了。这个要问我们自己啊，我们有没有到那个境界啊？是没错啊，是没有障碍啊，本来就没有障碍啊。本来没有障碍，那我们迷了就变成有障碍，你觉悟了就没有障碍，那迷了你就会有障碍。那华严经那是什么境界呢？那人家贪嗔痴已经断了，他不起一向，如如不动啊。所以华严会上的听众，无论是在家出家四众弟子啊，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有人有天啊，不但有人天啊，而且还看到六道众生，也有鬼神啊，这些人啊不是一般的凡夫啊，
这些人都是法身大士，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的。啊，最低啊也是圆教初住位菩萨，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师这样的境界，应化在六道中，啊，去度众生。他们是乘愿再来啊，他们见思烦恼断了，尘沙烦恼也断了。无明啊，至少也破了一品了，啊，那个可以啊，啊，那也是已经达到世事无碍的境界了，啊，那个没有问题啊。这些大菩萨去接触那些境界，他没有妨碍，没有影响。用我们现在话来讲，他有免疫力啊。但我们没有免疫力啊，一去就一接触就被污染了，贪嗔痴三毒烦恼就起来了，就中毒了，还在迷惑颠倒，所以要禁止啊，不能接触啊，就是这个道理。沙弥利于这一段啊，注解啊，引用不少的公案。最为人所熟知的是迦摄祇吾，大迦摄尊者他是苦行第一啊，他修苦行第一的，那他也唱歌跳舞嘛，这个在小圣来讲，那决定是不许可的。可是迦摄啊，是传佛心印的人，禅宗的乘传啊，佛就是传给迦摄。莲花微笑，迦摄开悟了，佛就把这个心法传给他了。迦摄再传给阿难，这样传下来，宗门的传承啊，决定不是小圣，宗门传法一定是传给明心见性的人。如果这个人他不是明心见性，你不能把这个传给他了。明心见性就是圆教初住以上的菩萨果位了，就是法身大士了，那已经是入华严了，无障碍的法界，当然他可以啊，他没有障碍了嘛，啊，对他没有影响。但是小圣的人不能学，不但小乘啊，全教菩萨也不能学啊，这个我们要知道。还有一丝毫贪婪的念头啊，决定不能超越六道轮回。贪婪的念头不断，往生西方也就没有把握了。往生是讲待业往生，在一切法门里面是最方便最简单最容易，但也是要在临终最后一念啊，把对这个世间的贪婪贪爱放下，你才能往生啊。假如最后一念啊，对这个世间还有贪爱，还舍不得还放不下，就去不了。其他的法门啊，贪婪啊要完全断绝才行。净土中就是在临终那最后一念，你把这个贪婪扶住，不起作用，控制住，暂时不要发错，那这样啊，念佛就能往生西方了。假如我们平常贪爱的心非常重，你怎么能够保证你临终最后那一念你会放得下呢？平常都放不下了，临终能放得下吗？所以这个就难了，应该在平常就要放下了。平时对世出世间法没有贪婪的念头，往生就有把握，临终的时候啊就不受其害。为什么说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这个原因也就在这里了，就那个
贪放不下。啊，古德告诉我们啊，念佛法门是万修万人气。啊，善导大师讲，100个人修100个人气，1000个人修1000个人气，10000个人修10000个人气。他老人家说的没错啦，要如法修行，就决定得生。啊，关键就在这里呀、啊！关键在哪？信愿呢、啊？能不能往生在信愿之有啊？什么叫信？什么叫愿？信呢、啊？不怀疑了、啊，愿呢、啊？愿死娑婆，愿生极乐。你娑婆死不下，你愿生极乐这个心，这个愿就生不起来啊！生不起来就不能跟阿弥陀佛48愿呐、啊、感应道交了。那这样佛念的再多也不能往生了。啊，所以要如法了。啊，这些戒啊帮助我们断贪婪。帮助我们信念念佛往生极乐。不如法往生就会有障碍啊。啊，这个是易行道。啊，大家不要啊，易行道都很简单了，我们说念念佛不就往生了吗？不是这样的了。易行道的意思是说，比起其他的法门呐、啊，要容易了。啊，其他的法门难度高了，要断烦恼，这个除烦恼条件就低了，我们能做得到啊。要断烦恼那个高难度啊，啊，全部断绝啊，那个我们做不到。那你扶助，这样带这个业习种子。往生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再断烦恼。啊，我们这个法门是分两个阶段。好，今天啊，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条啊，下面56啊，我们下次啊，明天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